全港首创潮流服饰主题概念的大型工作室项目惊世登场。发展商筹备多时，参考多个知名潮流服饰批发圣地，决意打造首个韩国东大门式流行时装设计工作室。OK 六八八是以集结潮流时装创意及概念为目标的平台，并以实用及智能工作空间的崭新概念驾临香港西九龙。OK 六八八坐落西九龙黄金地段，对面就是国际知名的时装批发总会香港工业中心。在协同效应下互利发展，带动人流、物流、资金流，占尽地理优势，商机处处，交通网络四通八达。区内规划不断转型，发展蓬勃。近年政府积极推动的工厦活化计划，为呢区增添活力及投资机遇。例如由大型发展商转型成功的潮流地标 W668 D2 Place 等，而且邻近西九龙、美孚、长沙湾多个大型豪宅屋苑，坐拥无可比拟的人流优势，消费力强劲。OK 688零距离收发货物，独有两条行车通道直达楼层大堂，配合四部电梯及八个直达出入口，四通八达。OK 六八八适合作为时装陈列室、批发、开创品牌事业、创意工作间等，为时装业界提供灵活全能的发展空间。OK 六八八入口设计耀目，深居时尚潮流风格，大堂设计华丽，尽显优雅。工作间以全落地玻璃设计，空间感及灵活度十足。共享空间设施齐备 ，WiFi、储物柜、舒适休闲区等一应俱全。特有双掩门设计，灵活实用，打造多元化展示空间。采用先进智能管理保安系统、指纹门锁，更好透过手机软件遥距操作室内灯光、空调、视像镜头及红外线警报系统等，配套极尽完善。消防设备符合国际标准，并得到政府及相关部门批准。发展商实力雄厚，眼光独到，以人性化设计及性价比高为原则。经已开幕营运的沙田石门 OK Mall， 介绍有目共睹，信心保证。即将成为香港时装业界新据点的 OK 六。